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尤教授音乐课堂。今天我们来练习一首周杰伦的《菊花台》。我的歌由你来听。这首歌曲呢，谱子呢是比较简单的啊，它的节奏主要是以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为基础啊，旋律呢也是五声音阶啊，五个音为主啊，哆来咪嗦拉。所以说呢，这首歌相对来说唱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好，我们先来练一遍啊，69的速度。我们先打开节拍器，调一个69的速度啊，1 2 3 4 1 2 3 4，这个速度啊，3 4 1 2 3 4啊 ，F 调。我们先来找到第一个音啊，第一个音是咪啊，听准这第一个音啊，速度1 2 3 4 1 2 3，起咪咪来咪咪咪嗦咪来咪哆哆来咪嗦咪咪来来哆来咪嗦咪拉嗦拉嗦嗦咪嗦嗦咪来咪嗦咪来来来哆来咪咪来咪咪咪嗦咪来咪哆哆来咪嗦咪咪来来哆来咪。嗦咪拉嗦拉嗦嗦咪嗦咪来咪嗦咪来来哆空空空哆来咪咪嗦拉拉咪来哆哆拉嗦拉嗦咪来哆哆拉哆来来哆来哆来咪咪嗦啦啦咪来哆哆来哆嗦嗦咪西哆哆来咪来哆。好，这个呢第一遍啊，我给大家示范了一遍。这个歌曲呢节奏非常简单啊，这里面只有一个不一样的节奏，就是一二三四第四行的第三小节啊，就是空咪来咪嗦，就这个地方有一个休止，空咪来咪嗦啊，前面都是第一拍强拍起的，到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第一拍的反拍起了啊，这个节奏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别的节奏都很简单。最后一行呢有一个装饰音啊。就是那个 Rado 啊，拉咪来哆哆来来哆啊，就是你的影子剪不断啊，这个装饰音呢在旋律里面啊，顾名思义就是起到装饰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在唱谱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不唱这个装饰音啊，因为装饰音在歌曲里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音唱出来更符合这个字的发音啊，所以说我们纯唱谱子的时候呢可以暂时先不唱这个装饰音啊，你看呢，拉咪来哆哆来哆你的影子剪不断就不好听啊，你的影子剪不断来哆啊，这个就好听了啊，就是加一个装饰音就让它断啊，就变成了一个断啊，第四声它就这个音调就比较舒服了啊，因为这个曲子比较高啊，所以说我用那个假声来哼唱。好，第二遍你跟我唱啊，你跟着我一起来练一遍，1 2 3 4 1 2 3，起咪咪来咪咪咪嗦咪来咪哆哆来咪嗦咪咪来来哆来咪
嗦咪啦嗦，啦嗦嗦咪嗦，嗦咪瑞咪嗦咪瑞瑞瑞哆瑞，咪咪瑞咪，咪咪嗦咪瑞咪，哆哆瑞咪嗦咪咪瑞瑞哆瑞，咪嗦咪啦嗦。啦嗦嗦咪嗦，咪瑞咪嗦咪瑞瑞哆。一、二、三，哆瑞咪咪嗦啦，啦咪瑞哆哆啦嗦，啦嗦咪瑞哆哆，啦哆瑞瑞哆瑞，哆瑞咪咪嗦啦。啦咪瑞哆哆瑞瑞哆，嗦嗦咪西哆哆瑞咪瑞哆。好，那么第二遍啊，我带你唱啊，我们唱完了。那么我们下面第三遍就是我轻轻的带着你唱，主要是你来唱，我们再来练习一遍。二、三、四，一、二、三，起。咪咪瑞咪，咪咪嗦咪瑞咪，哆哆瑞咪嗦咪咪，瑞瑞哆瑞。咪嗦咪啦嗦，啦嗦嗦咪嗦，嗦咪瑞咪嗦。这个三遍啊，我们唱完了。那么唱简谱对于大家提高你的音准，加强你的节奏啊，提升你的乐感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像这样的曲谱啊，我们每天能够跟着唱三遍五遍的啊，对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好，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练习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